JC Conf 2018精彩议程，由 Soft Leader 松林科技保险核心系统领导厂商 ，OS 号召各路顶尖人才携手放眼亚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离，赞助为您播出。好，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来这边讲，那很高兴大家都来听。那既然这个讲题会非常的简单，所以如果你已经有用过 coroutine 的话，你应该觉得这东西你都会了，所以等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好，那我的话就是我是目前是写 mobile app 为主，就是包含 Android、iOS 还有 React Native。对，然后现在是我的 blog， 就是如果我之后有时间的话，投影片会释放出来，然后可能会再写一篇文章，把我今天的主题稍微讲一下。好，那今天大概就是会大家讲一下说，顺序处理，然后并行处理跟 multi-thread， 然后再来会提一下说，为什么 coding 要引进这个 coroutine 的概念，然后再来就是一些 demo， 让大家看一下操作这样。那一般来说，我们的 app 你早期是没有 multi-thread 的概念的嘛，所以你们所有的操作其实都是循序的。那循序就是说，你所有东西都是跑在同一条线上，你 A 先执行，然后 B 再执行，那 A 就会比 B 先完成，这是很基本的概念。那以一个单纯的 code 来说，比如说你先做 print first， 然后 second， 然后 third， 它就会是依序的，就是 first、second， 然后 third 这样。那这个很简单，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稍微执行，比如你每个动作可能会稍微执行久一点，以这边来说，你的 second 可能话会有一个 delay 的动作，因为你实务上在写 code 的时候，你可能会去 call API 啊，或者是你可能会存 DB， 那这时候你可能你的第二个动作就会比较久一些。那如果你不做任何的 thread 的处理，它其实就是会 block 住，所以你的第一个跑完之后，你就要等。第三个就要等第二行结束才可以执行到第三行这样。那这东西如果说你今天你是用 coroutine 在做的话，那它会长成这个样子。就是你在 coroutine 写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有几个关键字，刚刚会用红色标起来。就是你一样，你是希望它会第二行的话先执行完成，再跑第三行。那其实它会有一个东西是 suspend， 就像那个 suspend。它其实是一个那个修饰值，就是 modifier， 它是告诉 coding 说，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被移动到其他的 thread 去执行的，也可以不要，就是它可以是被 coroutine 做呼叫的。然后 delay 这不重要 ，delay 就跟我们 thread 的 sleep 是一样的东西，它一样会把目前的这个动作稍微中断一段时间。这个，然后再来是它你会有一个 long blocking。Long blocking 算是一个它是一个它后面会接的是一个coroutine method 的呼叫，所以它就是叫告诉这个程式说，我希望这个程式执行是在跟原本同一个 thread 上面，它不需要是另外一个 thread 做执行。那你怎样执行下来，你就会发现它还是一样 first， 然后 second， 然后 third 这样子依序执行下来。对，不加就不会，对，不加也不会跑，不加也不能跑，因为coroutine 有个规定是说你的 coroutine 一定要被另外一个 coroutine 或是另外一个类似像 long blocking 这种 method 去呼叫，对，它没办法在，如果你不加 long blocking， 它就这个 code 是会 compile fail 的，对。然后刚刚那个有点复杂，那如果你要写的更简单，它就要讲怎样，就是你会 long blocking， 然后 delay， 然后 print， 就是反正就是如果你要用更简单的方式把原本前面就是一二三行的事情，加上一个coroutine 的呼叫，你就是多一个 long blocking 就好。但是这样看起来其实非常的没有用嘛，因为没有人 code 真的这样写。那所以通常一般来说，你的处理应该是会以并行处理为主，就是你希望这个工作是我 main thread 执行一半之后，我会有一些东西是跑到另外一个 thread 去操作的，这叫做 multi thread 的处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如果你今天你是用 thread 来做的话，其实很单纯，大家应该都看过，就是你会有一个 thread， 然后 star 嘛，你会把你想要在另外一个 thread 做的动作包在那个 thread 里面，然后你 call star， 它就会跑，那它执行就会是 first 先，然后再来是 third， 然后再来是 second。当然，如果你真的这样跑，它是不会有 second 跑出来的，你必须要在最后面要加一个 wait 的动作，不过那边就是这边就先忽略，反正就是它会先把一跟三列印出来，因为二它还在另外一个 thread 还在执行中嘛，它还没有结束，所以二会最后才出现。那它的动作如果你想要用 coroutine 来做，它要长这样，就是
一样会有一个 print delay 的动作，然后它一样会 delay 一段时间。然后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必须要多一个 launch 的动作，就是刚刚是用 long blocking 嘛，表示说我这个动作我需要跟原本的 thread 是在同一个我这个动作会跑在同一个 thread 上面。那如果你今天你是跑 launch 的话，他就跟他说，我需要跑在另外一个 thread 上面，所以它的概念其实是很类似的。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有 coroutine？ 当然，第一部分是因为其实 multithread 其实不是一个太容易处理的东西，所以 coroutine 它一方面是想要能够简化这个 multithread 的操作，然后第二部分是因为其实 coroutine 它还有一个工作室，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lightweight 的 thread 的概念，就是你传统上如果你是用 thread 然后 star 方式去 run 一个 runnable 或 run 一个 runnable 的话，它就真的会 run 一个新的 thread 出来。所以如果你这个动作你呼叫1000次，它就真的执行1000个 thread。然后一般来说，在手机上可能100个 thread 已经是极限了。那如果在 server 上 maybe 1000、1万，可能也是极限了。所以如果你希望可以更有效的利用的话，一般我们会用 thread pool 来做。那 thread pool 的管理其实也是另外一个 overhead， 就另外一个工作嘛。所以他会希望说你可以用 coroutine 的方式，就是你写起来很像是你在用 thread， 可是它不会真的去。不一定会 create 新的 thread， 它可能会从原本的 thread pool 里面去拿原本的 thread 出来。好，所以它就有就刚刚讲，就是你可以它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已经 create 好的 thread， 在然后但是你写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关心 thread pool 的操作，你不用关心 thread pool 的维护这样。那它只有几个常用的关键字，像是 suspend、delay、launch、long blocking、await 跟 async。那 suspend 刚刚已经提过，它就是一个修饰，告诉别人说这个function是可以被 coroutine 呼叫的。那如果你是叫 launch 的话，就是你需要这个工作可以执行在另外一个 thread。然后 long blocking 就是跑在自己的 thread。OK， 然后async await 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你不会是跑一个工作然后就不管它了嘛，你一定会希望这个工作执行完之后要告诉你它的结果是什么。那刚刚不管刚刚就做不到，你一定要搭配 async 跟 await 来做。那你这边来说 ，async 它其实会回传一个像 defer 的东西。这个 defer 有一点像我们熟悉的 Java 的 future， 但是它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只在概念上有点类似，就是它会等到你这边有这个值的时候，你才能拿得到这样。然后再来，你会在 defer 上面加一个 await。这个 await 就是说，等到这个东西真的有值的时候，它会把它传给它要回传这个值回来。好，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简单的demo 的动作。希望这个字大家看得到，放大一点好了。好，然后，OK， 好，这样 OK， 这样字看得到吗？看不到的举个手。好 ，OK。那基本上我们这边就是刚刚那个动作，就是我们在跑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看一下原本的动作，原本的操作就是你可能会在这边，你会有一个 print 的动作。OK， 那你这样再跑的话，其实你真的把它执行起来啊。你就会发现它下面的执行时间其实是。其实是很快的，几乎是零，对不对？那你今天如果你把它改成叫做 print delay， 这是我刚刚写的，对。那你在深圳跑的话，它其实就会晚一点时间跑。OK， 它就会跑，它就需要1秒钟，因为你 delay 了嘛。那如果说你不希望它今天是 block 住你的话，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其实你是可以用 launch。OK， 然后这边的 delay 不可以用 delay， 你要用另外一个是。
OK， 那这样子你就是在你用你，因为你直接呼叫 launch 嘛，所以你原本 delay 的操作其实它就会是跑到另外一个 thread 上，所以你时间一样还是只有花到五十几秒，然后但是你的 second 其实是会在之后才要传回来。好，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launch 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用的 coroutine 啊，你原本synchronize 的 code， 其实你只需要做一点点的修改，你就可以改成 asynchronize 的 code。 对，这也是用 coroutine 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能有很多 code 你想要使用非同步，但是你又不想改动很大，那其实你用 coroutine 也是个好处的。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 async await 的部分好了。首先啊，如果你 async await 我们看一下，首先，如果你 async await 这边啊，你是像用上面的写法，就是你直接在 async 后面加上 await 的话，它其实就是你的第79行，就是你这一行其实是会在整个程式的执行完成才会拿到结果，所以你执行这一二三行，它就会执行三次等候的时间，它不会并行处理，所以你得到的时间就会其实是三秒钟。但是如果你跑的是 concurrent result。就是你其实你回传的是一个 defer， 这边写错了，这边应该要写 defer。回传是个 defer 的话呢，那其实他们其实是可以并行处，就是一二这三行其实是会一起执行。但是你在串他们的总和的时候，他们会等候每个值都完成，才会把总和加起来，所以时间大概就是一秒多的时间。那我们直接跑一下这一个，看一下时间。OK， 那就是只有花一秒钟的时间。如果说我不这样写，我改成用刚刚就是 async 之后直接接 await 的方式，那其实我就会需要等三秒。对。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 demo 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再来讲一下 coroutine 跟 R Java 的差，因为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哎，我已经有 R Java， 为什么还需要 coroutine？ 因为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使用 R Java 在你们自己专案里面。那这边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优劣，就是其实 R Java 算是一个比较 powerful 的 tool， 它可以做的事情更多，因为它支援各种string 的操作，它跟各种 operator 可以处理连续资料的变换。但是 coroutine 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更轻量，比如说刚刚提到，它其实可以更容易的把你原本同步的 code 转成非同步的 code， 然后它可以更简单的重复使用 thread pool 的thread。那等于说 coroutine 它虽然功能比较少，但是它稍微轻一些。那 R Java 它功能比较丰富，但是它可能会需要你花多的时间去修改你原本的架构啊，或者是你可能会多一些学习的成本这样。所以还是你需要靠你自己的使用情境去挑啊，对。那总结就是 coroutine 它就是为什么要 coroutine， 它更轻量，它更 lightweight， 然后它可以更容易的转换你原本的写的程式。然后这一下就是几个参考的资料，然后刚刚我的 live demo 的 code 其实也放在网络上了，那之后投影片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 sample code。 那以上就大概就这样。